好了，如果是还在读书的小伙伴看到这样子，记得一定要好好读书，书读的少只能这样子，一包15块，六包，你们自己算一下多少钱。但这几包都非常的贵，1、2、3、4、5。哎，趁着现在在等车，我们今天就是先搬一部分清货过去，就是搬到那个番禺去，然后呢现在在这里等一下，我们用那个奥德赛，我先把我的那些很轻的东西先搬过去，鞋子啊，还有平常的一些东西卖的东西，然后呢就不看我了，就看一下这个吧。这个海珠区这边其实我们很多湖北老表在这里了，非常热闹也非常好。再过应该是明天吧，基本上就从这里撤离出去了，可能跟这里就说再见了。我也住了一个月，其实蛮好的哈，非常的便利，下楼就是好吃的好玩的。然后呢估计接下来呢住的地方就比较怎么说呢，比较空旷了，没有这么便利了，但是呢可能会安静很多，空气也会好很多。对，其他没什么了，今天就是晚上搬这些东西，因为比较好嘛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晚上搬车也少，是不是方便也行动，行动也方便。对，说反了。好，行，我继续做事。我把车都已经装好了，现在就是出发去番禺。这个车应该知道吧，认识，满广州都是，非常好的一台车，宜家宜山的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个呢就是卧铺车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跑那个广州跑湖北的卧铺车。对，这个车很少见了，报废一台就少一台啊。如果路上的话看到的话，真的是要让他们先跑的。我觉得我们从小就是坐这个卧铺车长大的，所以说看到这个车可能都会多看两眼。我这个牌子我看不见是什么牌子，以前的话就是那个安凯，凯斯鲍尔的那个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，估计应该是废光了。还有就是那个电视墙嘛，现在也没有了，这个是真的是一台一台没了。所以说就看到它非常的亲切，我觉得这个卧铺。当然如果说今年有机会哈，我可能会坐一下这台车，就坐这个，他可能等下就发车了嘛，因为是晚上还有一班最后一班车就回那个湖北的，回仙桃那边的。对，有机会肯定得坐一下，体验一下这个，非常有意思，非常非常有意思。这是头一次在国内看到，看，伸出去开。它是早死吗？夹在两个那个泥头车中间。哎，这样子就是不负责任了，这样子真的。好好待在后面就行了嘛。